这个时光，你这个。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这个上个星期五吧？啊，好像是星期五，我希望没记错啊！啊，是星期五，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啊，戴琴女士发表了新的对华贸易这个新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演讲。在这个战略性的演讲里面啊，我们闻到什么味道啊？看出什么问题？首先请我们的世光先生。实际上戴琴的这个他作为这个首席贸易代表，他的对中经贸政策应该是最大的一头，但是呢他实际上也要服从于这个白宫的整个的政治考虑啊，我就是说政治考虑就是中期选举还有2024年的大选，就是两党政治，要考虑这个两党政治的共识和两党政治的分歧。我们知道在两党政治的共识就是在中国问题上要强硬啊，不能放水。所以你看戴琪如果说他要做一个卓有成效的一个经贸官员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会倾向于这个把关税全部减了啊，作为一个压力啊，作为一个压力，但是对于短期上经济上会有好处。但是呢，因为从政治考虑上来讲，他不能那样做，所以他公布的政策是让美国企业来申请豁免，就这个关贸政策他不会调下来。为什么不会调下来？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中国没有完成。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疫情啊，种种原因啊。另外一个，他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老生常谈，就是过去的民主党的。对中国的一些指责 ，WTO 的一些指责。但是我注意到呢，就是说，戴琪的这个各种讲话，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他是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属于进步派的一个民主党人，他并不像，这个拜登总统那样，啊，那么所谓进步派呢，他公示的政策，美国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要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啊，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不是一个建制派啊，不是一个从里根到克林顿这个序列的啊，全球化建制派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茶党，所谓的进步派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加强美国的实力，而不能让这个全球化贸易这个削弱了美国的地位。这个是戴琪这个贸易代表他必须服从的，而且他自己也有这个方向的主张啊。那么实际上整个中美贸易好与坏是非常受到政治面的影响的。我们知道这个10月7号沙利文和这个苏利文和这个杨洁篪在这个瑞士密谈六个小时，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是针锋相对，就是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台湾问题这些问题，双方都表达这种各自的看法，几乎无从调和。我说三条红线，美国都不会放弃，就说是越过红线。这个杨洁篪公布的这三条红线啊，因为他把人权问题认为内部问题啊，那个。中国就认为他，美国就认为他是一个国际问题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台湾啊、香港啊、新疆啊、西藏都是内部问题，那么南中海都是内部问题，而苏利文他不可能认为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所以这一部分是几乎没法解决的，就只能说各自表明一下立场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他们这六小时的谈话，实际上我觉得坚持了。或者保持了这个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的这种格调啊，就是摊牌，把双方的这个底线在哪，告诉对方，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呢，我告诉你我的底线是什么。这样的话，避免这种分歧、这种争执、这种竞争失序啊，会引起局部的这个军事冲突，或者说这种政治上的严重的这个退步关系的这种退步，怎么样管住这个分歧？
那么白宫呢是希望美中的这种关系达到一种新稳定态，一个新的一种常态。但这个新常态是需要碰、需要摸索啊，需要这些各级的官员来开诚布公的来交代对方的这个能容忍的底线在哪，就像在冷战时期一样。包括这次孟晚舟这个事件处理，有外电评论说这就简直像交换间谍一样啊，对，释放两个加拿大人的同时释放孟晚舟，而且孟晚舟这个飞机是越过北极啊，不经过美国的这个领空啊，所以都是有一种非常紧张、一种互相的不信任的这种一种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紧张和这种紧张是有助于维持一个和平态的，有助于维持和平态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拜登政府上任的这么长时间，这个对美对中关系一直不清晰。实际上，美国也一样，对中国也一样，中国也没有摸到一个比较能够稳定的、能够对待这美国的一个角度。实际上，包括欧盟也一样，欧洲在拜登上台以后，他说：“那么你下一次要是共和党又上台了呢？”对不对？你这个政策还能够延续吗？实际上，欧洲对美国也觉得有点不好把握。实际上，包括这个美英澳的协定，把法国甩到一边去了。整个欧盟是比较惊讶，事先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是感觉，就这个以美国为代表，这个整个这种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一个巨变啊，正在发生一个巨变。所谓过去的全球化时代，我觉得是不可延续的，不可延续的啊。那么，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过得非常舒服的，很有这种享受的，会被习近平指为是两面人，就这个是这样的。那么这戴奇的这个他这个周一这个讲话，他是有几个核心内容。他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说，以执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哎，所有的贸易政策要促进美国利益。对，那我刚才节目里面讲错了，纠正了，不是上个星期五，是这个星期一，对不对？哎，对，星期一，对，他是要促进这个，要提供就业，所以这个向来不是这个中国政府的目标，所以你要理解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就是说，这个美国民主党他提供的政策和实际上和共和党现在是比较相近的，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川普，他带着很强的民主党的色彩，共和党的川普，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人，哎，传统共和党人强调自由贸易。但是这种川普这样的共和党人，他非常像过去的民主党啊，他提高就业、提高工资、提高这个强化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要逆全球化，某种角度来讲要逆全球化。那么第二个任务是消极性的，就是要管理同中国的竞争，他的目标是要提升这个，要把这个贸易政策要为中产阶级服务，为美国的工人服务。同时要管理，你这个过程中间就逆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带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和这种世界性大国发生冲突。过去的战争啊，很多在资本主义时代，战争往往是因为贸易保护造成的啊。所以在米塞斯的评论里头，就是说他对帝国主义有一个肯定性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会有帝国主义，就是因为这些民族国家这种贸易保护主义那种国内政治的需求，导致了这种全球市场的撕裂，而所谓帝国主义冲动就是要恢复全球市场啊。那么，像我们看到过去的几十年的和平，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的这个帝国主义霸权，它内部是个共和国、联邦的制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对外确实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这种强权，它保证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贸系统。但是从川普开始，他又收敛要回收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世界进入一个高度的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世界政治，还有这个军事。实际上，你看这次美英澳这个协定，关于这个核潜艇这协定，把整个欧盟甩一边去了，把北约甩一边去了，他都是先做再调整。实际上，他把它优先级就是三个英格安格鲁撒克逊国家啊，就是这个以英语为基础的啊，这个文化为基础的，他们形成了一个西方世界最紧密的一个核心同盟啊。实际上，这个欧盟不得不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推出自己的印太战略。这种印太战略实际上是要和美国的印太战略有潜在的竞争关系的，有紧张关系的。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我们可能生平已久，这个过去全球化时代的这个成长起来这一批人成平已久，可能不能够适应，但是我觉得需要高度紧张起来。不光中美关系有竞争，中欧关系也会有竞争啊，因为欧盟是冉冉升起的一个新的强权啊。这个也就是说，川普在有时候话说漏嘴，他说欧盟比中国还坏。他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你想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结盟去打这个德国，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结合，对不对？当然战后又出现冷战，它都是因为并不是说苏联法西斯德国比苏联更坏，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它是更迫在眉睫的一个威胁，美国会先解决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啊。所以现在呢，它的印太战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就是说对华的这种看法，戴奇的看法啊，他呢第一个来讲，他对美中关系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经贸关系有深远意义的，但是这种关系非常复杂，而且竞争很激烈，他不会简单处理。第二个，他也是延续的一个建制派的看法，就是对于中国的现有的这种整个经济系统，他是否定性，就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在强力的回归在强力的回归到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那一方。实际上戴奇基本上放弃掉了改变中国经济体系的这种想法。你想在这个川普的后期，这个蓬佩奥他提的那个方案是不仅是要改变中国的经贸体系，而且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通过改变政治体系来改变经贸体系。而对戴奇来讲，戴奇他是连你的经贸体系我都放弃改变，因为我就认为你不想变。那么我先要做的是什么？我先要做的就是分庭抗礼式的，我要对待你，按你什么样子我就如何对待你，我要搞清楚你现在什么样子，我需要怎么样对待你对我最有利。对，施广在这个讲话中间，我觉得有一点对我启发是特别大的。他讲的就是欧盟的这个印太战略我们一本印象来讲，好像都是来对付中国的。当然有这个因素，但是他在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实际上跟美国的印太战略呢是某一种竞争关系。我说这个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观察。但是对这个美国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理由去改变中国，或者是现在放弃改变中国的所谓计划经济主体，我认为这个观察我有一点点迷惑为什么呢？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本身是自由贸易的一种必然现象，美国因所谓的贸易的平衡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不合理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说法但是因为美国实在太强大了中国必须是妥协。今天我看到华尔街电视专访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约金颖博士，那么他讲了一个观点，一下子就把我启发出来了。他说实际上美国是用民族这个民族经济主义去打击自由贸易那对这一点冯世明先生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真正是平衡，这是公平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的问题难道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还是美国是要保护自己经济所以在产生冲突？我觉得中美贸易不平衡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个是美国呢，它可以平衡，如果它愿意向中国出售一些高科技的话完全可以平衡。它还也可以平衡，不要中国那么多东西嘛。对，因为这东西实在便宜嘛，你没有办法制止资本的那个自然的流向。因为资本它逐利的，对吧？主义是三秦的，这两东西截然不同两个东西。就是旭光刚刚讲的，就是把主义和资本的有点混淆。所以现在从戴奇开始讲 recoupling， 而以前那个 Trump 时期他的那个经济顾问呢，讲的是 decoupling。就前不久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片的脱钩的声音，
对不对？现在讲要重新挂钩的生意。如果说中美两个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制度完全不一样的话，就像当年苏联和美国也好，它根本不存这个问题，更不存在，不必在这讨论。其实现在中国经济有活力的那部分，它比美国还资本主义。美国现在实际上在走向社会主义，在很多地方。这个且不要说它，就是现在至少是有一点是已经，我们上个星期五讲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对吧？戴奇他这个整个的谈话跟中国的这个经济会谈，就是要大谈重新怎么挂钩了。就中美之间以前的那个趋势，就 Trump 走了4年的要脱钩，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贸易战，基本上现在是进入尾声了。下一步走到哪儿呢？就可能我们下一个课题其实就是台湾问题了。中美之间就两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一个就是贸易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如果说在贸易问题上是中国是欠美国的话，美国是吃亏的，他一定会，美国会首先发起一些攻击。后面一个问题是中国吃亏的，中国会发起攻击。就贸易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了，闹了这么久，从贸易战打到什么呢？打到科技战，科技战打到金融战，最后几乎种族灭绝，对吧？几乎是一场热战。走到哪了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两个电话，害怕中国误判。拜登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中国现在呢，和美国又重新在谈贸易的挂钩，而不是脱钩。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应该再纠缠下去了。这两个国家已经长在一块儿去了，很难很难分开。要分开的话，一定是血淋淋的。就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旦就是中美之间要脱钩，下面紧跟着的就是我们该到哪去的问题。我去加拿大，回加拿大，已经选好了。脱钩之后就很可能就是热战，双方有足够多的疯狗和战狼，就在朝那个方向在推，而人类的理性又是非常薄弱的，非常脆弱的，抵挡不住那种各种的忽悠，那种煽情。好，胡平先生，你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当然，从戴奇上台以来，大家就在观察，就在等待，看这个从川普总统开启的贸易战，戴奇怎么来接这个盘。那么最近呢，大家看的可能比较清楚了，他也讲的比较清楚。这当然关系到好几个问题。一方面，就像刚才郑旭光讲的，虽然戴奇和川普他们不是一个党，但是他们在贸易上的看法倒有接近之处，他们和传统的全球主义者都很不一样。这个是时代变化使然。你想，他们都发现过去这种全球化，对美国来说，他曾经大力提倡的这种不加任何约束的这种完全开放式自由化，全球化，对美国本身不一定都是好处，它给美国会带来很多问题。那比如说这个你制造业啊的空心化呢，由于这些制造业空心化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啊，这些都是很，当然还有贫富差距的悬殊，这都是跟这个全球化有很直接的影响。而因此在这个方面上呢，他们戴奇和当然戴奇不奇怪，民主党本来就有点这个成分。那作为共和党的这个当共和党总统的川普，他也有这个看法，那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色彩在里头。这其实牵涉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全球化的问题。原来我也讲过，那全球化本来是19世纪李嘉图他们所提倡的，那根据的就是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然后因为在这次认定呢，这种自由贸易对于参与的各国都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个时候讲的全球化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是产品的全球化，而到了那个时候，你这个资本，不要说人力了，资本是很难全球化的，且不说你到别的国家办厂有很多很多很多困难，是吧？你成本的问题就变得很高，因为交通运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么廉价，还有呢，就是那个人员流通也很少啊，你跑这个异国他乡去，
啊，你的老板都跑去了，那个日子都并不那么舒服的。所以有很多原因造成了在十九世纪的全球化基本上就是商品的全球化啊，而到了现在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到了尤其是到了现在，那你是资本的全球化啊，那还有什么这个技术的全球化，这么一来它就很可能出现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效果啊，就发达国家啊，那么就是你的工厂，尤其是你知道那些劳动密集型的那些产业，你就纷纷发就跑到别人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了，因为那劳动力便宜嘛啊，就到跑到人家那儿去了，当然去，结果呢两头得好处啊，你这头得了更高的利润，你赚了更多的钱，那边也得到这个外国先进的资本和技术，是吧，也有发展，所以从净的收入来看，那总的收入是在增长，而且各自算各自的账呢，也都得到了好处，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否则生意不会进行下去了。但是它会完成一种你人们意想不到的一种转变，那就拿你这个制造业全部转移到这个发展中国家了，那你发达国家平常没事儿则可，出了事儿了你没有制造业你怎么办，就像这次闹疫情，你美国连口罩都生产不出来，没有足够的工厂生产口罩那你怎么办，那打起仗了怎么办，打仗人家不给你供给你临时再重操旧业，再搞一大堆系列的来生产口罩厂吗，口罩工厂吗，那这还是口罩还算小的了，你钢铁啊一些重型的东西，你要打起仗来的飞机坦克你连钢铁都没有怎么办啊，粮食或者这都是大的问题啊，你除非假定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彼此相安无事，永远是做生意归生意啊，好好做生意，那否则如果有政治上的分歧，那有可能互相就截断，就硬性的截断经济往来，而这种情况之下呢，有的国家哪怕你很发达但是你过于依赖全球化，一旦遇到这种局面你根本没法应付所以这就是个新的，这是个新的问题嘛，这也是无怪为什么到现在你包括美国这些他们也都对全球化有了重新的思考这一点其实原来我们很多包括秦威他们都很多早就讲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所谓安纳克效应吧说你这么高的结果必然，尤其是以中国那么庞大的体量，你的人口单单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就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还有多，那就意味着中国单单是中国这个洼地就可以把你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全部给你那资本全部吸引过来那到时候它成了唯一的工厂那你们都是靠金融啊靠这些纸上的这些虚拟的东西在这过日子自己觉得自己很富那不隔断而已，要是一旦隔断起来一刀切下来 一刀两断，那你这边发现你马上就叫苦连天了，对吧，所以他这个问题有这种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是到现在他们其实对这个还没有看得特别清楚当然回到具体这个戴季说这个贸易这个问题，对，当然毫无疑问，对，您这刚才不是正好就讲了刚才冯胜平先生的观点吗，就是双方两个人长在一起了还打什么打呀，那倒不是打，我第一要打起来那就很狼狈，这边发达国家发现他很亏了，因为他制造业都跑到人家那儿去了第二呢，他一两个有纠缠，这点郑旭光讲的也是对的，反而发生摩擦的机会大，两边是壁垒分明，那还容易做了井水不犯河水，除非一方有意挑动，否则两方就打不起来。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大事都不是谁有意挑动起来的，开头都双方不认为那是很大的摩擦，但是你一拳我一脚到后来就是成了不可控，就演变成大战。而你现在双方有这么多接触的机会，有这么多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的机会而且一旦大家桌面上谈不好，免不了就会使用一些强制手段，一些威胁手段，这是免不了肯定会用的呀那么到头来谁让谁呀，或者两个都互不相让，那就可能逐步升级，最后走到不可控的地步也就是说两个方面有联系，有频繁的联系使得如果发生战争，因为代价太大，他们会比较审慎，在这点来说，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发生摩擦的机会太多，所以使事情冲突发生到不可控的地步的危险会在增加，所以这点意思他们双方高层一定要有热线，一定要见讨论半年，他们其实现在主要讨论那一条，就怎么样把这个使避免冲突发展到不可控的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他们你看好几次
中国这个和美国他们谈判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没法不可能双方不往来，没法避免双方往来中不发生冲突啊，没法避免在冲突中间大家会各出奇招，为了使自己得到好处。那么问题就是大家互不相让，万一哪天就搞得欲罢不能，那又如何？所以他现在关心的高层，其实这是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就从贸易本身来说呢，这场贸易战其实原来我们也我就讲过，我说一开始我讲过，这贸易战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强，比中国的强，因此打贸易战呢，他是能够得到好处的，但是呢，他要得到他希望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小胜是可以达到的，大胜是办不到，不可能的，中等胜利嘛，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也是中国刘鹤讲的嘛，他说美国提出的要求三分之一是马上可以解决的，三分之一是没有讨论余地的，另外三分之一呢，不是可以是慢慢讨论、慢慢争论、走着瞧的啊。那现在看就是你第一个三分之一，那你看中国方面他也在做了，过去那么几年多少年，他通过了多少条法律啊，通过人大呀、修改了很多法，关于这个放松这个外资的准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然后关于负面清单这等等都提出了很多东西啊，也算是他当然自称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改革的需要，不是你们打贸易战的结果，但是他客观上总是对贸易战美方提出要求的一种回应，一种良性的正面的回应，这是一条。另外有些大的方面，那当然一开始就知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美国只有把那方面搁着。那中等的东西呢，那当然就有些扯皮，那就是，但是基本上就是个态势。从美国的角度，他认为他可以认为他已经小胜，但是大胜他是做不到的。那么你这个脱钩也是啊，本来也就清楚，你完全脱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只能做到在某些领域脱钩，另外你还要怎么个脱法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见了很多了，就跟现在大家批评中共为了制裁澳大利亚去。不要人家的煤炭，到头来人家贴个标签从别国第三国就进来了，然后你自己你就惩罚人家自己弄了自己没有煤炭，你这个连电力都出现紧张，也就是他同样你那也是打贸易战嘛，也是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嘛，就说明经济制裁你都会对自己有损害的，而且你想达到效果都不一定达得到，因为所有惩罚你禁止买别人的东西，或者你提高关税是关税高的人家就不愿意卖，都无济于事，因为人们很容易通过第三国拐个弯就进来了啊。那你美国打贸易战也是，你像中国若干产品征收高关税，那人家通过第三国啊，据说很多通过越南啊，通过印度啊，你贴个标签，至少理论上真的就可能，还有个通过你墨西哥、加拿大都可能的。所以你除非你美国你这些发达国你们联手共同采取某种抵制措施。否则你这个抵制效果，不是说完全达不到，但是能达到效果也是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你美方提出的，原来我一开始谈的，你提出的，你试图想通过贸易战达到的那些目标，那么肯定是不可能达到的啊。有些目标也许是可取的，是应该追求的，但是它是不是用贸易战这种手段就能解决问题的？贸易战这种手段能够解决问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到后来呢，你免不了，当然这中间还有你本来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了，算是告一段落，然后呢又出现疫情，肯定又妨碍了，又是使劲很多事情发生变化。那么因此看来呢，你贸易战这种手段，再打下去就是我们打不出多大的名堂，双方的经济上的一些纠纷要另想办法才能解决，那么现在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种主张。你可以看出来呢，一方面，它基本上是宣告大概贸易是，不是马上全部结束，但至少是摆出这个架势了，而且不会再继续的这个把，更不可能再通过加征关税、更高的关税、新的加征关税这种手段了，那么另外有些往来还要继续保持，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这个重新挂钩，因为能够从来就没本来就没有脱过，你全面脱钩本来就不可能，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你我们能看出他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呢，其实和我们原来分析到的估计到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当时我们原来分析估计也是基于他的可能性，
而不是说你谁好谁坏，有些事你只能做到那儿，这不是你态度强硬不强硬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还是很大，因为很大程度上中国今天在这个国际上拥有了更大的这个话语权，在很多方面有这么大影响力，就是和它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呢，又和它对外开放这一条是分不开的，也就是它显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包括和美国的这种经济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啊。那你这种双边的贸易不可能中断，就是你想中断也中断不了，这个就这么说啊。所以那下面从美国的角度啊，它怎么样去保持这种经济贸易的往来，又怎么样？他现在基本上考虑，他就希望在高科技这些领域里头，尽量的能够切断的就切断，至少不让它发展下去。别的领域他已经没多少这种想法，一定要把它切断。而事实上这么多年也在进行着。当然，就在你高科技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跟你限制留学生一样，对吧？你说美国中国来这么多人来学理工科的，那些人学习成绩都很好啊，你说你当然，那你当然我们这么说也不为错呀。那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高科技方面的进展是跟很多学生留美经历是有关系的呀。要是如果从来就没有他们可以留学西方这么回事，中国这方面的能力不会有今天这么强啊。但是你说这理由你就不让人家中国留学生来，这个好像你也说不过去，这个和你的立国原则你也有冲突，对吧？而你那么做是不是解决问题都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是还是一句话呢，就是回过头，他整个美国在怎么样对待这个中国这个问题上，还在那个关系还在一个所谓他们叫形塑的过程中，在一种塑造的过程中，他们什么事情免不了会走一步看一步，然后觉得不对头了又朝这边拉一拉，有的时候是拉了回来，有时候拉不回来。所以这个事情，但是他的基本态势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也就是确实中美关系现在看起来在比前阶段似乎不那么紧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晰能看到中美关系确实回不到过去，这一点双方都知道对方是怎么回事情了，所以这一点是不会变化的。这个在白宫网站上啊，10月4号有一个文件叫拜登哈瑞斯政府处理美中双边贸易关系的新方法，有一个官方的一个阐述。但是我觉得他呢倒谈不上是新方法，主要是对于一个现阶段短期的一个表述。他第一条就是说要这个坚持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这个是对美国有利的，这所谓的停战协定嘛。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减免一些关税加征的一些程序，让美国企业来申请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它还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间除了购买之外还有一些未解决问题，就是说中国是这个国家为中心的非市场的做法，它还是要关切。第四个呢，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第四条就有点空泛，它就是说要和盟友和伙伴来协调啊。那么戴奇我倒觉得他在这个周一的那个谈话中间呢有点轻松，非常轻松一个谈话中间点出来一些长远的考虑。长远考虑第一个就美国和中国经济上不是脱钩的问题，是重新建立一种联系啊，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联系，跟不同以往，不同于贸易战期间也不同以往。很多人认为贸易战是为了脱钩，错的，贸易战是为了更紧密的长在一起。因为贸易战的当时的三个零的指标叫关税要为零啊，关税要为零啊，这个壁垒要为零啊，贸易壁垒要为零，甚至当时的过去那个黄奇帆重庆市市长还提出来就是网络自由化，网络自由化是他还专门在上海的谈话中间讲演中间专门说网络自由化是这个 IT 企业的必须要的东西，否则你的研发部门在国外，你网络不自由化是不利你发展的。当时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做好了甚至局部的打开网络的准备。但是呢，这个现在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些可能性在川普时期有可能展现的可能性
完全没有了。就是本来要在第二阶段贸易协定里头去谈的这些话，在戴琪这里已经放弃了。放弃他就是说，这个对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国有经济部分这种更深的改革，他说不大可能。所以戴琪是一个非常昏暗的一个想法。他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觉得就是他的这个立场虽然说和班农和蓬佩奥不一样，但是有一点认知是比较像的，就是不能坚持过去的政策。第二个呢，你试图通过经贸关系改变中国也不可能，改变它的经济体制也不大可能。所以他说这个中国并不会实质性的进行改革，说这点越来越清楚了。那我们这他原话他说，这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战略来应对这样的中国。当然他也提到一些这个复购啊、共存啊、持久贸易政策啊，这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件事。就是说贸易战期间到现在，中美贸易这个依旧很大啊，依旧很存在。而且中国在不仅是还是这个欧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东南亚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东南亚这个最大贸易伙伴很大程度上就是胡明远讲的，因为美国搞贸易战，所以转口输入到东南亚，再输入到美国，甚至到墨西哥。但是呢，从政治面上，我觉得政治面上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双方的这种建制派的两党政治家基本上把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对美国经济利益社会政治体系的最大的威胁，而这个在全民是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支持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论哪个总统上来，他可做的事情确实不多。那个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在华盛顿开了一个会，就未来的中美关系，美国的亚洲问题沙皇就坎贝尔，他当时就给讲话，其实戴琪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回声而已。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要求中国改变自己的体制，他们呢也不能要求我们从亚洲撤军，他说双方都必须要接受现实。那基辛格在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也说了一个，他说呢，中美之间必须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外交就交往的方式，否则将是整个世界的灾难。所以实际上现在拜登政府做的无非就是沿着他们最初的设想，只是先上来呢沿着 Trump 那个路呢走了一段，把 Trump 那些雷都给排了。你不能一上来就全搞自己这一套，因为病毒问题 Trump 叫得很凶，种族灭绝也是 Trump 留下的最后一颗雷，这1月19号20号离开白宫之前他也随着走了一下，但都他就理想的中美关系，我一直在强调就应该是三点，就经济上竞争，我现在还网络不好说，我就显示就经济上竞争，军事上的合作，而政治上妥协，这应该是个理想的。就争霸是丛林法则，何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那就是个死亡游戏。这个游戏有个英文的名字叫 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翻成中文呢就大家一块去地狱。所以经济竞争，就美国的优势是什么呢？是它的高科技和企业效率。中国的优势呢是劳动力成本和政府效率。其实双方各有优势。而军事合作指的是中国不再输出革命，不再像以前对东南亚对亚非拉这些。而美国呢也不再呢围堵中国。就双方共同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尤其东南亚地区，这是双方最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就具体的说呢，就中国发挥影响解决朝核问题，这是美国外交第一问题。而美国呢审时度势，就放弃对台湾的干预。而政治妥协讲的就是呢停止输出价值观，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中国实践自己的特色社会主义，美国搞自己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这两个国家。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中美的这个格局中，它会在斗来斗去的，但最终只要不打仗，大家不走到最愚蠢的一步，最后会朝这个方向走的。就政治因素会逐渐的消退，经济竞争的会空前激烈，还以后可能还会更激烈。至于军事冲突，
那是个非常小概率事件，就除非中美愿意核武器去自杀，就那是一种很不好玩的一种游戏，对吧？连火葬的钱都给你省了。就中国早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我们都从那儿来的，我们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中国比美国还资本主义。你现在非要给他加个共产主义的帽子，实际上是你不喜欢那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中国2000年、3000年都有，那不叫共产主义，不必把它叫成一个东西。所以中国早已经放弃了原教旨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而美国也应该呢，就停止颜色革命的这努力吧，就不再把自己的价值观，哪怕你就叫它普世价值也好，去强加于人。美国喜欢用叉子，中国就他就用筷子，对不对？美国是不自由无宁死，中国是好死不如赖活，它有很多人就是不一样，包括这次对疫情。就把美国就像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这一类东西啊，就变成反共的舞台，一群人在那儿每天都在讲，就资助他们上台去表演，就只会制造和加深这个敌意。我跟国内很多年轻的朋友接触，我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美国之音今天在中国制造的敌人远远超出他交界的朋友，跟我们当年在学校的时候，美国之音真的是大家的朋友，学习英语900句，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现在你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每天讲都是一些什么事儿。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像美国之音这种啊，撤销了最好，只会对中美之间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我也不希望中国有一天也搞个中国之音，一天到晚也找一群美国的这些来黑美国，这种相互黑的这种东西，所以自我实现的预言。微信呢、啊、那些这个什么这个报那个名册小报不也是整天攻击美国吗？我不希望有一个官方、哎、不希望有一个官方、这两者都岂可都相提并论，那完全不一样的嘛。这是总还天下总还有好和坏之分嘛，总还有善和恶之分嘛。那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人，我们怎么能对这个言视之呢，当着两个同样的事呢？而且现在中国共产党他比过去还恶劣，过去他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的时候，他哪怕做了很残忍的事儿，他的主观动机并不坏，因此当他们意识到那种做法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改，而现在他知道那是错的了，他也改了，但还要坚持搞专制，这个就比当年那批专政主义者还有药可救，因为你现在有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他们就会改，他们就会走到政策这方面。现在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明明改了，然后还要做打出那个旗子，还要以那个旗子去杀人去抓人，这就是无可救药了，这是比那个更坏了。你也说了，你别的共产党他为什么到头来他都接受了自由民主了呢？他就是啊，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呢，他不行啊，不对啊，那既然他不对了，我们放弃了，我们怎么还能厚着脸皮自称是共产主义，自称是无产阶级，自称是为工是工人农民为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一个社会为广大劳苦人，那根本就是假话嘛。既然都我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那凭什么我们还要搞共产党专政？没有理由，别人就这么想的嘛，所以别人就放弃共产党专政了嘛，就这么来的嘛。你唯有中国，你都知道，你早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还在打着那个旗号，这个就人的坏了，到他过了那一关了，他就连廉耻心、羞耻心都没有了嘛。他知道他错了，我们本来很多对很多理想主义者做坏事、做很错的事，我们都可以抱一份怜悯、抱一番同情、抱一份。希望就是指望着现实会教育他们，他们一旦知错了，他们就会改，他们就会走到正确道路上来。现在你的好，中国的好，他知道，他比你还知道了，他早改了，他自己都成资本家了，然后还以达到资本主义是反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来压制我们，你说这不是太岂有此理了吗？是不是？这个所以更不像话。我觉得他关键这个，他正是经过那一波，他变得更恶劣，这个是在历史上没有的，哪怕希特勒。当年都还要有一份真诚在里头，现在的中国领导没有任何真诚在里头，所以这就显得就比别的那些历史上那些暴君还更糟糕。但是至少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对吧，像徐光这样的人在64被抓了，都到了美国。我没被抓，像你们海外，我是像你们的亲属也可以自由的回到中国。你一定要说比毛泽东时代还要更专制更残酷，这个东西我想你自己都不会。我不是这么说的。好，
那么我们这一季还不错，在后面终于碰了一点火花啊，前面几个话我们有一点过于温柔啊，观众总是喜欢你们啊，咬一咬啊，不管是蟑螂还是疯狗，咬一咬就总是好的啊，增加一点戏剧的效果。好了，看样子我挑拨成功，谢谢我们的嘉宾啊，谢谢我们的导播，谢谢我们的观众。别忘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嘉宾吵架，请点赞。再见。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